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到算是怎么说呢？哦，前面那边算是山下，就是山峡啦，那边算是五寮山区吧。然后我刚才在那边呢，哦，做一些探索，然后跟一个大哥啊，地主聊天。那聊太久了，本来要去山明啊，山明走走，可是呢，因为聊太久了啊，所以这个就不过去了。那我就近呢，哈，到这个地方，这里是我以前呢，我以前有来过，可是呢，这里没什么东西的，这边是人家的菜园，那这个菜园这里我没有找到过玉髓，或者是文石或木化。那今天这里好像是地主也不在啊，地主不在，所以我刚才也有到这后面哦，他们后面那边也有很多，火山岩啊，我也去观察过。这边很奇怪哦，这边有很多的这个火山岩，但是它没有产玉髓哦，没有产一些火山矿物。那我现在呢，我就再寻找看看了。因为前面哈，应该算是附近吧。以前我发现极少啦，极少量的玉髓。那这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哦，有很多这种岩石母岩哦，那似乎没有什么东西，那就再找找看，反正呢，既然来了就探索看看。基本上呢，哦，这一带这边算是一个火山的一个熔岩矿脉，一个地层啊，只是呢，这里的东西呢，哦，很少。这边我以前也走过哦，这边我都以前有探索过，东西超少的啦，少到最后我就没有再来啦。以前这边呢，我有捡过玉髓啦，只是数量很少。那刚才看了一下，也没有什么东西。然后现在上面呢，我到上面这个竹林看看，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。这里哈，我觉得算是蛮偏僻的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来这里。哎呦，发现了，发现一小块玉髓，很小啊，超可怜的。而这边呢，哈，这边根据我以前的经验，东西超少的。这里有捡过什么东西吗？我完全没有印象，我完全没有印象。我简单看了一下，这边果然没有东西，果然没什么东西。虽然这边有一些火山岩，但没有东西也没办法。好了，这个再下去，下去这附近看看。虽然没有什么东西可捡啊，不过出来走走呢，哦，运动运动就是赚哈，赚健康呢，哦，赚到健康。这山壁呢，明明就很多火山岩，这个就是火山的地质啊。怎么会没有东西呢？土块，哦，土块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都是原始地层啊，原始的地层。那因为火山熔岩，它里面有的如果没有含那种细化的东西啊，没有含二氧化矽的话，就不会有那种产生玉髓啦、玉石啦。这个地方呢，哦，以前我记得有一次台风过后，然后这边有崩塌，这上面，哦，这边有崩塌，现在长了很多竹子啊。以前崩塌的时候有崩那个玉石啊，哦，看起来有点像彩玉，
有点像柴鱼，但没有那么颜色，没有那么鲜艳呢，只是拍摄起来感觉哦，好像很诱人的感觉，其实看起来是蛮普通的。那这边就是以前有崩落哦，崩落过这种玉石，那我有上去看过，是有找到一个疑似哦疑似矿脉，只是说它的石子啊，岩石的成分太多了，岩石成分太多就等于说是细化的不好，否则像这边。哦，细化不好。然后以前这边我有爬上去过，哦，稍微看过。那这边现在也找不到什么东西，哦，没有东西可捡。只是呢，只是这有点奇怪。哦，这边好像有人来砍过。这边是要种竹子吗？哦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有人砍过的痕迹，有一个颜色不太一样的东西。还有这个有点像玉哦，哦，这边已经玉化了，哦，上面那个地方，哦，这里玉化了，哦，又找到一块这个咖啡色，哦，有点像木化玉的东西，所以啊，这个地方这个崩坡啊，真的是曾经有这个玉石哈，哦，玉石应该是有玉石的矿脉了。不然不会产生啊，像刚才那样的东西。那只是说矿脉在哪里，我就不知道了。然后上面就还蛮陡的，哦，蛮陡的。这边就是一个崩坡而已啦。哦，发现好像发现玉髓啊！哦，发现玉髓。捡到一块哦，这个髓质的东西，但它没有完全髓质啊，只有这个部分哦，这部分是髓质，那这里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。哦，这个待会可能如果有机会清洗的话，哈，洗一洗哈，才能看清楚它到底是什么。好了，这个上面那边很陡啊，哦，而且目测哈，看也没有什么东西呀。哦，这边崩落大概就这个样子。那这个很难爬，所以我现在啊，准备离开这边。我现在呢，哦，找到这个山沟啊，山沟这边，结果呢，哦，没有什么东西呀，真的是可怜贫矿区。哦，然后这边是怎么讲？这边可以一直下去，只是说现在已经五点了，哦，五点了，然后这里是原始地层。哦，原始地层。可惜这边没有什么，找不到玉髓，哦，也找不到其他的东西。然后这边下去是比较危险了，一个人，哦，这边湿湿滑滑的。那今天呢，这里就先探索到这了。像这种哈，荒芜啊，没有人的地方啊。你如果能够找到东西的话，哦，就是一人独享了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没有了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哈，哦，改天哈，哦，有空再来了，因为今天还去别的地方，比较晚来这里，所以现在天色呢。天色就比较暗了，在林子内也看不太清楚。哎，我嘞，然后这个竹林呢，这个竹林以前我是不敢下来了，可是我发现呢，现在这个
好像呢竹龙有在砍一些竹子啊。我是不懂啦，竹龙他下来这里要做什么呢？难道这边他要种竹子吗？感觉不像是要种竹子，可是他会把一些竹子砍掉。哦，那大概就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今天呢这个辛苦的旅程齁，就分享到这啦。拍这个影片齁是很累人啦、啊。这没有什么，没什么人看还那么累。哦，不像有些人，有些前辈很厉害齁，有些前辈很厉害，随便拍，哎呀一堆人欣赏。哦，这就是命哈，但是呢，不管命运如何安排，这个总是要呢，好乐观向前，好吧？今天就拍到这了，那祝福大家啊，诸事顺利，身体健康，拜拜。